在海九村文化村，然后具体到这种村里面，因为我们这边也是我们的部落也是从南投迁移过来，所以我们还不会忘记我们的这种传承下来的这种声音。如果这个歌很好听的时候，底下要放石头，正常啊，正常的石头，然后声音就很像那个歌一样，有的高音，有的中音，有的低音，很像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就是这样的。嗯，好，开始。上上，发音啊。现在我们要用那个这个，哎，这个主音出来啊！你们要注意听，必须要放你们哦。好，咚。现在换你们体验喽，可以吗？要先唱看着歌，第一个。有歌词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个很紧。